Hello， 大家午安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培根起司玉米蛋饼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喽。先放一大匙的油，倒入玉米蛋汁，大约一匙半。趁还没有凝固之前，铺上蛋饼皮。利用锅铲将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摇晃锅子，看蛋液能不能移动。如果不能移动，表示还粘在锅底。等一下，如果急着翻它的话，蛋皮表面会破掉，就不好看。准备将饼皮翻面，接着我们摆入喜欢的材料，培根、小朋友最爱的 cheese、依照个人喜好加入胡椒调味，喜欢吃表皮硬一点或脆一点的，可以将火开大一些，等到 cheese 融化就可以将它们包覆起来。这样我们的培根起司玉米蛋饼就完成咯，希望你会喜欢。